这个阵容真的看着就很冷。一板全凭冰瓜一位赢光。那么本期的随机僵尸挑战马上开始，大家猜猜老大能过吗？大嘴的运气测试187斤。第一抽，撑杆僵尸，是不是一步也走不动？这个冰瓜的永久冰冻真的是很麻烦。潜水艇，直接被浪瓜砸死。武装机枪，无敌坦克，被冻住了，只能发一发子弹了。清平武王，清平武王也被冻住了。雪人，讲道理，雪人为什么会被冻住啊？五张磁铁机枪头，机枪大爷，五张跳跳，五张机枪，魔法和士兵，炸了一下还不错，火焰枪，射掉了两只冰波，五张磁铁，假雪人，火焰枪，好样的，又做掉一只。这导弹纯纯白送啊！二连导弹，有用你再来一个呀！撑杆僵尸，五张普将，铁门高建国，路障吹风机，可惜海豚也走不过去，铁门五将弹，武装倭瓜，这飞机能有啥用啊？他炸掉了几个，他早该爆炸了。二爷雕像，二爷居然动了，白送导弹，这一次能召唤几个飞机呢？第一路和第四路的冰瓜清除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进攻第二路，梯子僵尸，武装倭瓜，火焰冰车，普通僵尸，来了来了，要来飞机了，第二路应该没问题了吧，还剩下两只，铁桶僵尸，武装倭瓜，火焰冰车，防爆小队，冰车爆炸，顺带炸了三路的一只瓜，这回第二路没问题了，火焰枪，铁门五枪弹，路障。